因為毛主席是湖南人，老闆呢又喜歡毛主席，就整間店都用了這些毛主席的東西。湖南菜呢它就會有些辣，令到個人好像沒什麼胃口，吃少辣呢就會很想吃東西。粵菜呢就清淡一點，湖南菜呢就香口一點，我們的食材全部都用新鮮的食材。魚我們是用龍躉的，新鮮龍躉的東西是自己湯的，要煎那些魚啦，跟住咧，再用龍雞湯去煮佢啦，出到嚟咧，啲魚就會滑好多嘅。我哋嗰啲豬肉咧就翻嚟自己切啦，用新鮮嘅五花腩，跟住加依個我哋叫做湖南椒咁樣一齊去炒嘅，佢會挑逗你嗰啲味蕾咧，感覺有少少辣，跟住你好想食飯咁樣。嚟緊嘅11月3日啦，中午12點到3點，咁我哋就會做依個1蚊嘅外婆菜肉燥飯。我哋嘅係炒嘅，佢台式嘅係煲嘅，炒出嚟佢係好香口嘅。雖然佢係賣1蚊，但我哋都要俾心機做好佢嘅，等啲食客知道我哋做出品嘅用心，咁可以吸引多啲人流啦，同埋嘅食客過嚟幫襯我哋嘅。冲出蜗居，放眼世界，逢星期六全新一集全球流行 Dream House 睇晒眼。